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oyce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要带大家看的是 Katy 的一个两层的独栋。这个小区占地总共是242英亩，总共是460户家庭，是个大型规划社区。进门的左手边是个书房，这个户型面积是3344平方英尺，四房3.5卫，三车库。小区靠近10号、99号，紧挨着公园和高尔夫球场，周边配套非常完善，购物、餐饮、娱乐，几分钟就可以到达。这边客厅是高挑的，右手边是主卧，主卧非常大，这边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起居空间。我们看看卫生间，主卧卫生间配备了独立的洗漱台和浴池和淋浴间。这个房子所看到的就是交房的标准，不用进行任何的升级，当然家具不包括在里面。这个客厅、厨房与餐厅的开放式空间，光线是非常明亮的。这边过去是车库的位置，目前是售楼办公处。这厨房这些全部都是标准配置，包括了电冰箱。这边是一个独立的用餐区域，非常舒适，有个超大的露台。这个小区的税率是 3.6， 学区是全 A 的学区，这个价位在43万左右，根据房子的地块大小，价格稍有不同，包括了智能门铃、门锁、智能温控、车库遥控器、百叶窗、电冰箱等等。我看到的地板、台面都是标准的。这是楼下的客卧卫生间，很大的。从楼上上来到了2楼，这是一个 game room， 共用的洗手间。这个是次卧，这边有一个长廊设计，这是从上往下看客厅的视角，这边是入门的，整个高挑厅，这是两个卧室。两个卧室共用一个洗手间，洗漱台是分开的。目前这边的新房都是限量供应的，因为需求量实在是太大，所以每个月只有几套放出来。怎么样，大家喜欢这个户型吗？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给我留言哦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关注我的频道，添加我的微信号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